已故歌星梅艳芳嘅71岁阿哥梅启明，星期五下昼2点几喺铜锣湾餐厅厨房做嘢嗰阵，失去平衡跣亲，被送去医院救治。事发喺希慎道2号禅宫大厦地下水门鸡饭餐厅。消息指，当时厨房嘅地板湿滑，梅启明唔小心跣亲，跌低之后失去知觉，陷入半昏迷状态，送往律敦治医院抢救。佢而家情况稳定，案件暂时列作工业意外。我哋傍晚去过水门鸡饭餐厅了解，负责人唔回应伤者系唔系梅启明，不过职员就确认有厨工发生意外。